假正阳公真的很在乎。好，咱这波看到的这个卡波就是最高最富吼。那么过去的后裔来的最密的这个特性呢，它的这里灵感还是出自佛教里面弥勒佛的形象哈，是啊，度大能容，容尽天下能容之事。笑口常开，孝敬天下可笑之人。笑口常开。好，那现在的时间是12:00，在我们子时当中会来进行我们2023年大甲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9天8夜当中的回銮安座大典。还有三尊弥勒，我们大甲镇南宫的文化会长。我是我们严金彪董事长，也在现场当中迎接我们的弥勒团。弥勒佛啊，手中提这个酒壶，酒壶里面的酒呢具有神力啦，所以就把这分享，分享这神力，给我们所有的团员